搞不做啊，不做。你在旁边话别个无代志哟，哎呦，这么尊敬我的叔爷，可能不就两年代志。妈的，算算的差不多时间了，一定会来找我上中小的。哎呦，我叫我一米二，你碰到他，你打红灯跑脚哦。在阴孙驾到，我明明也没呐，老汉啊，没呐。剩两份够了，三万二啦，来吃一个燕酱。水花开啊！哎呦，咱这无够卡呢。我是你师弟呀，今日需要来告我出弟，不是今日代志，要向我的好师弟提出的呀。什么代志啊？你安尼有面有面讲，我听你到底哦，安尼心肝就缩起来呢。你可了解？有些人辛苦哦。哟。不无损掉，不像伊说的输赢放世艰难。伊虽拍狗嘛爱带两输啦，伊竟然伤了我的小娘的一路跑，什么？还是伊的性命？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兄弟自证啊！真正严重啊，严重啊！你啥物人这样可恶啊？可恶至极！五言八调，今日怕是可爱的小娘你呀、啊！不怪输呀，你这个伤心啊！什么人？你跟我讲嘛去？我叫人，你个算忠孝，敢是啊？是的，你一定要代替我好好跟伊算账，你免自欺都是厉害。是我，小色癫。你人小人是输呀的，小妹哥，你无得念。用你是我的门徒，也是我的义女。你今天打死的性命，我来告诉你来的人，还好好用我解水一番。爱跟你解水哦、啊，好啦，到这来啊，归去啦，所有的人讲我清楚，啊，算不知影，那是恁用你家己哦做出来的啊，自食恶果，无听我的劝解，坚持每跟王子做成夫妻，这款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出关铁轨。有魂，偏偏无听我劝解，所以唔知影两个人相拍到底啊！迄个一定拍到到尾啊，啊就先补偿电出啊！我无说你好怒火拍歹，再小心小娘你，你就唔通怪我啦！我来问你，啊，当你下坡的时阵，敢有去找你？啊有啦！迄个时阵，你敢有看到伊的身上有啥物？哦有啦，伊有诶身上背后铺三条金丝，你有无？那你说就是我爱去找你的意思，哎，为什么你莫来口讲这多的来？呀呀呀呀呀！你将伊讲出来也好，师兄师兄，你好一个九刀杀鱼！既然人也死啊啦，别紧啦，还做袂做个吼？拢打拢打，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！你要打起来！你嘞你你你，你呸！我也是讲你的金甲头偌厉害，这所有大事你拢要打起来。好，就真讲，我真是叫你个用你苦扛，你苦扛袂听啊！哪里用是讲是件大事，都甲你无关系啊！关系啦！我用你敢落着你头？好，是去捉着你尾啊！好，又捅我目睭！既然是件大事，你原想你都管袂好，安怎你要来拍我死？啊！好，恁两个白眼拢共款的，同一个鼻孔出气的，啊来个死啊啦！不走，咱师傅面头前，大家来哦，拼一下生死的啦！要讲一下天策师傅，伊来你去所有事情是这么准确，你唔对。我对，你去知影蒲青师已经家家闹伫身躯边，师祖放他下凡你来，来来来，咱上人少的，这位来去凌霄宝殿，不来斗勇的。来，我左右不对，用你面头前苦苦哀求，跟我讲伊要下凡求我，我一定面先答应了伊，我再来关。原来伊铺了三条的僵尸，我爱
为女心切，我当然表示会失望。但可是你知影，哪里是你着应当年所动，我一定将代志害在你的身上啊！安怎你无好好处理？安怎你嘛叫我是啥输爷，你是我的输爹？我叫你做代志，你袂叫我做啥？一得得大富贵，二袂做大刀开，家己家己好，别人来着死什么嘛？真可恶啊！虽然讲我用力，告诉你，迄个所在，迄个国土。去城市人民总共几条的生命？总共108条，108条利益呀！哈？108条叫做利益哦？108条，我用你城市的人民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什么？这是108条，你讲你的福气？我无跟你讲，你当然嘛唔知影。平民百姓的弱势，经过生老病死。伊就爱经过六道轮回的辛苦，用心投胎，做滴好会用，即个做人，做滴歹会做狗，做滴唔知影。但可是，伊一旦是乎我用你写死，我是啥物？我是十应渡人。